嗨，今天我买了一种水果，就是这个红色的像小枸杞一样的小东西，据说它叫神秘果，吃了之后柠檬会变成甜的。想一想我就嘴里就已经流酸水了，今天咱们来试一下。什么味道？有点苦。是苦的，不会坏了吧？这个是他送的柠檬，先尝一下这个。有点苦，还感觉有点辣味似的。好像真的不酸了，还有一点点酸，我再吃一个。这是我自己买的，我怕它这个是甜的，所以说我自己又买了一个，尝一尝我这个。真的是甜的。水分太足，呛到我了。好神奇啊。